Hello L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。感受到了每场秀不同的创新，然后也感受到了各个地方的文化。巴黎很多吸引我的点，比如足球、红酒，对，这些风景。身上最巴黎的单品就是香奈儿针织衫。布置很喜欢，每个窗户连起来看都像一格一格的画面。然后音乐的话，中间很喜欢大提琴和交响乐的部分。单品有相机、背包。造型的话，喜欢那个白色的衬衫配一个白色的短裤，很随性潇洒。香奈儿针织衫的外套，然后一个黑色的裤子。秀场的话会稍微精心打扮一下，但是都是随性的。私下的话，我会可能更自由、更简单，颜色不会选择那么亮的衣服。但秀场上的话，可能会有的时候会选择一些亮色的衣服。